哎，您好，请您介绍一下自己，好吧？谢谢。主持人好，我是中国天津人，我来了11年了。今天呢，我今年68周岁，今天我正式入籍呢，我成为加拿大的公民，我非常高兴。加拿大呢，我是个种族，这个多种族移民国家，我呢。争取做个优秀的公民。今天呢，参加这个会呢，我看见我们国会议员谭庚也来了，我非常的高兴。谭庚在那坐着，给我们中国人长了底气。谢谢，谢谢主持人。